少年壮如需要我们的帮忙的啊！刚刚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下半场我有一点点点点晚来，哦、因为刚刚有的观众啊，应该是社员，也是我们的校友，说是兰州第二届的校友，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嘛。就来拉着我说：“老师，老师，这个乐团真的好棒，我想要多多帮助他们，看看有什么帮忙。”我真的是听了觉得很感动，我觉得说，有些时候孩子们在青春期这个成长的过程中。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舒压管道，无论是课业、学业，或者他们在身心方面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助。哦，你如果不想小孩子每天都盯着手机看，啊，你就要看书，不可能。对，你不想他是盯着手机看，要么就是玩电脑。那这个时候干嘛？放学来那个管乐团稍微练习一下，哦，啊，回去刚好吃晚餐，晚上洗个澡写作业，明天见，这样子。那、啊、我觉得管乐团真的是给孩子们一个很快乐的地方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哦，这都是对，来说不对游戏就好看。好，既然盛情难却，我们就再演出一首曲子哦。我怕演完那个时间就太晚了，好的，停车费很贵的啦。好，为各位带来《何日君再来》。哦，太棒了！哦，太棒了！对啊，哦，重金太高兴，真的。